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，今天小五带来《忘谢现代篇》夏日限定第195集《无欲无求》。蓝忘机闻言，眼底闪过一丝慌张，抬手紧紧抱住魏无羡的腰，用半边脸颊轻轻蹭了蹭魏无羡的腹部，坚定的语气道：戏我戏你的魏婴。他只是害怕，所以想要急切地宣示自己的主权，向荣月挑明魏婴是他的而已。那你觉得？魏无羡抿了下唇，把视线从窗外收回，落在蓝忘机的发顶，平静问：你今天的表现是信任我的表现吗？蓝忘机闻言抿紧了唇不说话，抱在魏无羡腰上的双手力度却又紧了些许。其实他心里是信任魏婴的，可他就是太在意荣月的存在了。毕竟他跟魏婴的第一次正式接吻，魏婴就是把他当成了荣月。他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着小雨，是在深夜的路灯下，魏无羡喝得醉醺醺地从酒吧出来，他想要送魏无羡回家，却被魏无羡抱住了，说想要跟他接吻。可等真正亲上的时候，魏无羡嘴里叫的却是荣月的名字，想再想起来，蓝忘机还是会觉得心里抽痛，可他却不能就是重提，因为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他只能抱着魏无羡，委屈巴巴的轻声道歉：对不起魏婴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抓着过去不放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我只是……我知道。蓝忘机话还没说完，魏无羡就接过话去，嗓音低沉道：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在意荣月的出现，在意荣月的存在，可是蓝湛……魏无羡抿了抿唇，手指轻轻揉着蓝忘机柔软的发丝：你知道我曾彷徨，曾慌张无措吗？顿了顿，魏无羡又道：荣月，他是我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的一个匆匆过客，同样的，荣月也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过客，就是那种能给你时间彷徨，能陪你甚至宽容你的彷徨和无措，那种感觉和愧疚，你懂吗？蓝湛。魏无羡突然笑了，笑声里是无奈的，也是苦涩的。他说：也许你不会相信，我跟荣月在谈恋爱期间，我从没碰过他。说到这里，魏无羡的记忆也跟着飘回了5年前，耳边回荡着女孩歇斯底里的质问：你喜欢我吗？魏婴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大学时候的魏无羡感情一样青涩，心里一样在为自己不同寻常的错位而感到彷徨。面对女孩的质问，魏无羡抿着唇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掀起眼帘，眼神闪躲地回答女孩的问题：喜欢荣月。我还不等他说话，歇斯底里的荣月突然冲上来，抱住魏无羡的脖颈，凑到魏无羡跟前，红着眼眶道：你真的喜欢我吗？那你能跟我接吻吗？说着，荣月就凑了上去，把自己的唇贴在了魏无羡的唇上，只是还没来得及深吻，就被魏无羡推开了。荣月，别，你别这样好吗？魏无羡颤抖着声音道：为什么不？荣月眼眶发红，头发也被弄散了，有些凌乱，也许是因为生气，情绪有些激动，导致荣月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魏无羡愧疚的想要上前安抚，却又像脚下被绑了千斤重的东西一般，让他无法挪动半步。这一刻，或许魏无羡他连自己都是害怕的，他害怕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他害怕自己身体和心理出了问题，他害怕自己真的不喜欢女人，他害怕。为什么不？荣月哽咽着声音道：我们不是在交往吗？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吗？你知道我们班的其他情侣早已经在一起了吗？我们班委和学委都已经搬出去住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为什么？荣月突然就哭得梨花带雨的质问道：为什么我们连接吻都没有，甚至连牵手都很少有？难道是我不够漂亮，不能吸引你吗？荣月突然自卑起来，
哭着道，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不好看不漂亮的话，我可以化妆化成你喜欢的样子，我也可以带妆睡觉，时时刻刻让你看见的我都是你想要看见的样子。但是求你，荣月痛苦地上前一把抱住了魏无羡的脖颈，哭着哀求道，求你不要这么无欲无求好不好，你这样对我真的很残忍。荣月，我对不起。看着荣月哭，看着一向自信的荣月因为他的原因变得自卑，魏无羡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也是真的从心底里心疼这个真心喜欢着他的女孩。魏无羡颤抖着手指去帮荣月擦眼泪，轻声安慰道，别哭乖，别哭，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，你先别哭，这事我们稍后再谈好不好。荣月却执拗地道，不，这件事必须现在就要谈清楚。魏婴，我们谈恋爱多久了？魏无羡不明所以，却还是认真地答道，快两年了吧。所以荣月好看的桃花眼里眼泪不停地流出来，几乎是恳求的语气道，魏婴，你要我吧，你要我好吗？闻言魏无羡瞳孔瞬间瞪大，面对自己女朋友求取亲热的请求，他该怎么拒绝呢？说来奇怪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要怎么办，要怎么做才能在不伤害的荣月的情况下拒绝跟他亲热，而不是觉得自己身份合理合适且正血气方刚就把对方扑倒，将对方吃干抹净。